没想到这枪这么难顶，我想神射手武器应该是这游戏里最难上手的玩意儿，打的又没有狙击枪远，最多只能装个四倍镜，中近距离射术又没有其他枪快，但是能用它们击杀那是真的帅，而且它们都比较奇特。波塞克复合弓就挺神奇的，一般用它的时候被称作拉屎，拉屎是真的完全不用换子弹，可以一直拉一直拉，伤害也不错，满弓拉在身上有60，拉在脑袋上有100多，箭矢还可以回收呢。可惜我拉屎是真拉不准，但是只要装上一个配件，就可以直接变成一把喷子，腰射满喷有77伤害，这不嘎嘎猛，而且开镜之后依旧可以变回狙，这一把武器直接就是双重使用啊！但是在我手上那就是重伤倒地器，别说拉满了，我拉都还没开始拉呢，对面那子弹已经给我脸上糊满了，还拉个屁啊！